哦，你看吧，王景玉这个我再人，想想看，要不要放 BGM 先，放点。放，但不影响咱俩聊天。我一会儿把它给关的小小声的，有点背景声就好。就有一个画面，就这些孩，他们要带那些孩子回家嘛，都四五岁的孩子不认识家，就满世界逛呢。他们都给孩子买东西，然后黄景瑜瞪着一对双胞胎，就死活不给人家买。不但不给人家买，就口头的话就特别敷衍，就是你回家回家，让你妈给你买去。啊，就特别这小，特败好感是吧？非常败好感。也可能因为我是妈妈吧。哎，我觉得就是人家态度没什么问题，就是在公众就是拍摄镜头面前去装也要装一下，就是顶多是这个样子而已。实在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买，是不是？但是就是你在镜头不面前是，装一也下嘛。是，这可以不买，但是他的这种方式就是，实际上，这个节目在那个地方是想展示这个地方的留守儿童的状态。嘉是宾可啊，以不用去卖人设，可你等一是，下，我去倒个水，你跟他们聊。然后就小 K 跟小 K 聊什么孩子？关键我也没看，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你话。知道了，我知道，你看我理你吗？你不看我就不跟你说。我在包饺子。自己啊，什么馅儿的？猪肉白菜。哎呀！里面放点姜，不吃姜，就纯的猪肉白菜，要放姜，不这是吃咱姜。们的过年款，过年款的饺子，放姜，放满满一层，再加点酱油，香的嘞。什么东西？KK 在包饺子，我说让他撒一层姜，这不咱家过年款的饺子吗？没翻好，没有糖，什么都不知道。一来就问糖，哪有那么多糖噎死你！我跟你讲，小心你打胰岛素！我跟你说，戛纳出差之极限3天2夜之旅，最大的客机坐了 A380，落地迪拜，转机也算，到戛纳了。戛纳街头的布散了，戛纳的商店逛了，戛纳的饮料喝了，法餐吃了，法国小狗偶遇了。法国鸽子没喂，没买鸽子零食，西装换了，红毯走了，采访做了，游艇成了，偶遇亮亮哥，把烦恼甩掉了，照片拍了，拍了，拍了，拜拜。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叫工图图了。工图图，对的。啊，你们改不叫橘子皮了吗？还没有因大为。名啊。因为昨天他发了一个抖音，然后呢，那个总结他的戛纳之旅，3天2夜的戛纳，然后背景那是你们日也不本。能放，就是放弃本营啊！这听我说，听我说，啊，他那个背景 BGM 是那个大耳朵图图的主题曲，然后呢，他在中间他走红毯的时候，不是有橘子不是喊他爸，然后他不是挑眉了嘛，那一段。他放的是那个图图的那个中间有一句歌词说爸爸爸爸喊我说我是那个小机灵小机鬼，灵鬼然后妈妈说我是淘气包那段，然后我们就说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叫图图了。他爸叫涂英俊，他妈叫张美丽。说图图的爸爸叫英俊，妈妈叫小丽，我们就是。我爸爸叫龚英俊，妈妈叫张美丽，我们就叫龚图图。哦，等一下，那你橘子皮是我们出道的艺名，但是我们可以有个大名，对吧？等一下，你们先聊着，我去拿一个那个火炬筒，忘拿来，都行。我也没听懂什么叫火炬筒，吃了吗？就这关首键歌我是绝觉对得属于在他 KTV 郁闷里唱不气，了的。我刚刚出去，差点穿个胖次直接走了，真的是。他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单身男明星，对吧？你的 BGM 是大耳朵图图，就很好笑。
你不能穿个pants在你家里逛吗？啊、哦，走了。这么长的红毯的那个视频，他就截了那一秒钟，哎，就抬个眉毛给你看。嗯。来了，刚才刚差点光屁股出去了。那你上身穿了吗？穿了。嗯，哦，我最近因为穿吊带多嘛，就带那个新买的胸贴，结果这个胸贴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一天都不掉呢。但是把它晚上把它撕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就不习惯，周围出汗出了一圈。对，我不习惯，救命会出汗的。那你全我就是不太习惯，就是有东，就是我觉得有内衣。束胸就差不多了，就不太喜欢别的东西再碰。哦，来，路虎结婚了，领证了，真是恭喜他！哎，谈了那么久了，该了。不是之前的时候一直说有打算结婚这个事吗？终于娶到了他的嘘嘘。对啊，之前的时候没钱买房。嗯，现在就是在就业了以后的话，有一点点的资本。嗯。我希望他们不要塌房，我还挺喜欢路虎的。啊，很难，这种过来的人。哎呦，这微博上又开始在盘他的穿白西装了。穿就穿，那这有什么？笑死！说今年都基本上都一身白。今天这个前排最高是14万还是12万好像。那个阿盆家把他们家那件高定和阿爸的这第二件特定又拉到一起了。哎，你管他嘞，真的是。他是哪家啊？然后哪个特定啊？然后那个就上次啊，就上次那个习惯性的先润下笔啊。嗯，又跟咱这件刺绣又放在一块儿。先润笔啊。笔。他什么时候穿得上特定再说，就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件高定嘛，就这么就是物尽其用啊，一定要润笔啊，润笔然后笔才好用。那我们肯定是各说各的呀，我又不做美甲，没事，他做美甲教程，那我们说点别的不是挺好的？对啊，中间穿插一点嘛，就是又不是所有人都做美甲。想评论就评论，而且不理就不理。等一下哦，等一下。他用的是那个，他一张高精的图和这个 J 社的图放在一起。你们看一下，首先要判断一下自己的指甲有没有歪。其实我看到我的指甲是往这边长的，所以我如果我纠正的时候是要往这边的。什么护发嘛？我看到要往这边开屏了。嗯，是讲真，如果不是他代言这个系列，我还挺想试试的。算了，什么？你不是说是控饭吗？我都没看，我就看到群里面说的那个开屏，我就看了一下。什么？我最大乐趣也把它给糊了。我这个是叫消遣，还有解压。你不觉得做美甲很解压吗？还有画画、那个、这些东西是很解压的。法师的那个白茶还是什么？就是白茶那个味、嗯、特别好闻。也没有、哦、白茶，我知道呀，白茶很好闻的呀。对，我以前用它的那个沐浴乳的，好像。那肯定确定啦，他这个礼拜五就去了呀，他这个礼拜五就要去那边看了呀，到下个礼拜再回来。看什么？花、哦、花演唱会，人家不是问确定时间吗？他都没官宣，我先请假啦。就那个票是2728的，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27、28？因为现在很担心热嘛，他担心中暑，所以现在在想解决方案。两边吧。对了，那个阿爸有一个新的行程是5月30号要参加上海芭莎时尚。30还是上？对，
莎时尚慈善夜。30还是31啊？哎，你爸又要去捐钱了。嗯，那慈善夜一定要捐钱。嗯，就是今天那个侍女在评论区新增的30号。可能内娱都祈男艺人都祈祷他不要去假托，因为下面有肉顶顶不贴合，你留点指甲出来不就行了吗？跟他同台太痛苦了。我记得去年他参加芭莎的那个晚会，就是人家在那个大合照的时候嘛，为了抢位子嘛，在那边搞了很多事情。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大秘密好像为了那个位置，然后跟人家闹得很不愉快，我记得是这样。哦，像他。嗯，30号估计应该有红毯吧。不是去年，还有好像是正之前一年，好像真应该没空吧。真他不去的，是这种要掏钱的事情。真要去演唱会的。30号是吗？30号都不一定去。我跟你说了，去捐这种也不得一会儿被封。其实我也很想吃瓜的，我很想让他去吃瓜。他不会去的，因为去的话这种要给钱。关键是钱是不是真的到地方你得打个问号，所以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这种地方捐款。嗯，反正他要参加就参加呗。哎，意思意思嘛。嗯，所以我说看来他这个新剧的那个拍摄的进程并不是很紧张。说的就是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很无奈了。哎呀，我现在还要就顾及这个镜头，妈呀，我这刷刷刷那个都不太顺手了。你要歪着脖子从那个镜头旁边去看吗？就是不要，对，不要那个出镜头，因为他本身他们要来学的就是这个。对，但是如果说我不放，我靠这个，哎。反正他这次戛纳回来。这个潮什么？对，这个不是翻车警告，是这个是阿 B 的这个后台这个吃不起 4K 的。我现在就是后台又好了，卡。现在应该有听不见阿姐说话。你能听见阿姐说话吗？可以。他说我们都没声音了。有了有了。我还听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我们俩在腾讯会议当然听得见。那我听不到阿姐的声音了。有。我嗯。哎，为什么我听得到你们声音，你们听不到我声音？直播间这里有吗？等一下，怎么回事？我今晚只是开个摄像头而已。逼你直播，老搞不好是有原因的好吗？啊，他们说现在有了，前面没有。我的手机是静音的，我在腾讯会议。那你们现在能听得见我说话吗？啊，都有了。能听得见我说话吗？就是 K 你们。感觉 K 他们听不见我说话呀，我明明自己就有声音的。就是我看到妈也是在跳的。哦，他把他自己给静音了。什么鬼？但应该能听吧。他把他自己给静音了，那他说话是在可以了，可以了。刚才就是他老是乱给我切。哎，真的是搞得我现在我都忘了我坐到哪了。他那个采访嘛，就是我不是给大家就是总结了一下那个采访嘛。我是觉得就是欧莱雅这边呢，他把两个采访拼在一起，就显着后面的侯女士非常的专业。人家做功课了。是的，他说我们俩说话会有很大的风声的。我有，你这开的是我。嗯，对，我知道。他们说是你这边。对，我开了小风扇，在那个。嗯，他开了风扇，大家忍一忍吧，毕竟不能不开风扇。
妈呀，我现在都只穿半次了，广东的天气你们懂。对，我是觉得就欧莱雅怎么说呢，真的每次出事都有他，真的是每次他都是在第一线。人家欧莱雅特地就没有@某位女士，对吧？然后那个某位女士呢还就是要转发，然后转发了以后呢还要通知，要就是他不是那个、哎、你们先聊，我忘了拿那个收信夹了。嗯，好。他微博不是7天关注以上才能评论吗？他还特地把这个权限给开了，然后然后咱爸去评论，然后他又把这个权限给关了，笑死了，这个真的是玩也玩不起，就显得他特别 low， 这件事情上面就显得他特别 low， 然后他这个搞这一茬，你知道吗？对，就是他故意给自己找台阶下，然后还拉不下脸来，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好笑。他让人家我们不是后来不是有一个就是聊天记录不是说嘛，说人家欧莱雅可能两边都要通知，这边通知那个他要评论了，赶紧过来，赶紧把那个开了。然后评论完以后再跟对方说，而且人家评论好了，你可以关掉了。我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笑。评论的他自己的微博，对啊，他之前的微博是一定要关注7天以上才可以评论的，然后呢那天就是咱爸去评论了以后，就是他也没回复，反正就评论了嘛，评论以后就给他评论，就是意思就是给他台阶下了嘛，然后他又把他给关了，这很好笑，知道吗？你就是你要下这个台阶吗？那你就表面功夫做得好一点，对吧？过两天再关不行吧？哎呦，真的是人家刚刚评论完，下一秒他就给他关了，因为他真的很怕网暴啊。对啊，那被网暴的女士又不是我们网暴他自己把自己网暴了。他这种行为是会受到真路人的网暴的。所谓的暴力呢，人家真路人都说了，他国籍就是 说建议你报警。哎、以现在的二级管，他那个什么，以现在的那个二级管的一个那个，以现在的网友啊，那些攻击能力啊，特别是二级管的，他是美国籍，这件事情就是原罪。是的，刚刚某位。大哥进群了，进这边了，又退了，是什么意思呀？啊，某位我们的姐夫进来又退了，又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来不来啊？被你看见了。对啊，我刚不小心就看到他那个头像。他进来就来，就来说说嘛，对吧？我告诉他今天直播，我说你上麦聊会天呗。对呀、啊。他说他的可高傲呢，他说我最近对于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谁说一定要跟他们有关，就聊天嘛。就是啊，让他来啊，他说被我抓住了，他进来一秒就给我退出，被我看到了。他现在还记得他梦里面龚俊的别墅长什么样。他说说、嗯、说让他说让他来说快点。嗯。反正没，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说啊，这是两个星期以内最后一次直播了，后面阿姐要请假，没空再上来了。嗯，对不对？就好久不见了，过来聊聊天呀。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主题，是不是？嗯，我再拉他一次啊。嗯，哎，反正他那个。就是美国名媛自己就开心就好嘞，对吧？美国名媛已经自导自演成这副样子了，人家独角戏也不差我们，对吧？也不需要我们，对不对？所以他自己能够走完这个戏的，就是他自己走呗。谁也不搭理他，咱们可忙了，又要买杂志，又要你知道马上就要6/18了，咱要多买点东西。谁管他呀？哎呦，说到6/18，我每年年终最爱囤的就是卫生巾。
别的东西怎么想不起来有什么好囤的。我的娃一买了那个他们云南的那个就是民族的婚服两套，可是这个店主非常非常的摆烂，他货品描述说你要着急你就别买，因为四个月才发货，因为要做的吧，做的是慢的呀。对，说上面是有那种各种装饰的小扣扣，小小丁，小片片。嗨，帅哥，你来呢？不这么认可我的颜值吗？是啊。嗨，他们的姐夫，你好呀。不是，你先跟我说一下，这是直播呀，还是就咱四个人聊天？就咱四个人，没有别人。你确定啊？没有直播啊？没有直播。这就是没有时间。我去 B 站上看一眼。你去 B 站干嘛？没有。不是，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就是，别怪错了阿姐。不是，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就是很想问。为什么叫熟练？不行，我必须得看一看，要不然的话，影响我发挥。没有啦，这不是油吗？我看弹幕都满了，弹幕都满了，他每次都这么多人呢。哦，你会看啊？你没有必要啊！你是跟我们聊天，弹幕上说什么无所谓啊。就是你又不在 B 站上聊天，对不对？你在腾讯会议聊天，那你看不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呢？不他每次都这么多人呢？对啊，每次都这么多人。今天人还不算多。对，今天才1000多个人。对啊。那你们聊，我关麦。你别走。你讲讲你他别墅长什么样啊？你别给我找事儿了，行吗？你讲什么？你都没给我讲过。对啊，我都没有见过咱爸的别墅长什么样的，你快点说说。我找不到图，我要不然我给你找一个图。嗯，你先描述一下，图不重要，图我们可以帮你找，你先描述一下。不行，我没有那个描述。我图是杠杠的，知道吧？你先告诉我是中式的还是欧式的。他那种房子肯定在中国有，就是找还行。那你们为什么不在他的房子里面聚会呢？人多呀，我们俩先。然后你就跟着他媳妇儿走了，就去跟我视频去了是吗？对呀。然后就丢了那个摔了手机，很合理吧？好像挺合理的。他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天哈。就是，那你就是梦到你们一起去了咱爸的别墅，然后呢，你和咱妈两个人单独离开了。我只不过形容他那个地方不能叫别墅，应该是，哎呀，我怎么形容那房子呢？我就知道外边有一个挺大的花园，花园里还有游泳池，然后里边人还挺多。哦，他特别高冷的站在那儿，还应该像个类似于什么什么什么中世纪欧洲城堡那样。嚯，那至少4楼啊！对啊，那至少4楼。我们都不知道。你看，又有花园，还有游泳池，那是那种。那你把张张翰带出来，是去的是他自己的地方，还是你梦里的地方，你自己的地方？我印象里就是他其实一条步行街，相当于龚俊他们家住东南头，这边住西南角，大概是一条街，这条街大概7-8百米长，其实有点像天津咱们那天津的和平路，你知道这概念吗？哦，那个，就是一个住百货大楼，一个住商场。你应该这么想，他们家住那个东村头，然后他们家住西村头。那行，好吧。嗯，大概就是这样的距离，或者像是会不会像是成都的？我印象里会不会像成都的什么宽窄巷子之类的？他们家住巷子那头，然后我们回的是巷子另外一头。这种居住的距离就特别适合偷情，是吧？
你别总想着往坑里拽了，这个橘子图图图说，为什么高冷梦里就不能丢给我们看吗？不是，他可以丢给你们看，要是姐夫梦到这个，那我估计要怀疑人生了。对呀、啊，你们姐夫的梦里面不会出现那些乱七八糟的剧情的。我们是正常的男男关系，就是首先我把他、嗯、我把他当做我一个男性朋友，然后我们俩躺炕上聊天，怎么了？只是因为我媳妇儿特别喜欢他，然后才想着跟你开个视频，结果也奇了怪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开视频，一说拍视频，那个手机就摔，而且我印象特别深，把手机摔成什么样呢？就跟那个，就摔成了好几十层，就是跟一本书的侧面一样。蛋挞，这一本书侧面这事儿也赖我，我到现在就在想。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这手机摔了，我说那不行用你的吧，他挺为难的，好像是因为什么我忘了，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你微信。哦对呀、啊、这事儿也是一直我很迷惑的。我说我手机摔坏了用不了了，没法跟你视频了，我说就用他的吧，结果他很勉强，我觉得他挺是一个挺小气的人。很勉强拿出来，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要抢他手机跟你视频还干什么，我一抢然后就又摔地下了，而且印象特别深，我们把 iPhone 的电池都给摔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 iPhone 的后壳摔坏了之后露出电池来了，可能是诺基亚的。你啥玩意儿 ？iPhone 的电池是诺基亚牌的，是吗？不是，我印象里那个手机是个 iPhone， 但是摔完之后的样子像个诺基亚，哦、就是后边塑料壳掉了，露出里边电池。嗯。然后就你们俩就躺下了，是吧？躺下怎么了？没事，没事躺。重点是他梦到和一个和咱妈一起躺下。躺呗，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梦到过躺在一张床上。我好像跟他说了一句：“哎，你看他还挺忙，他不理咱俩。”说我是吗？不是，说的那个那别墅他们家。哦，龙俊。嗯。就是在梦里面，人家都对你爱答不理哈。对。是现实中也是这样的，更何况你还跟他老婆一块躺在床上聊天，那也不能说把自己人看特别死，谁也不能见吧？见是见哈，你既然两个人有感情、有信任的基础，那是不是应该给对方自由？自由也不能没事跟一个陌生男性躺在床上聊天啊。我没觉得我跟他们俩陌生，我觉得还挺自来熟的，可熟的。你们说就这点事儿啊，真的是梦里啥都有吗？对啊，不是我起来我特别纳闷的，我跟我媳妇讲，就是我为什么会梦到他们俩，我从来都不关注他俩的事儿，然后我梦到他们俩，还同时梦见俩人，还好像挺熟的样子。就说我遭了多少罪？关键是你梦的还很准，两个人的性格你都梦得非常的非常的那个，特别准确。是不是你晚上睡着了以后，五分钟姐在你耳边就给你念了？不知道，但是催眠似的就给你催眠了。我跟你讲，我上次回天津我去办事去，真的遇到过他俩的，这应该算什么？算 CP 粉吗？哦，对，你去讲那个娃娃拍摄那个，不是你讲啊？真的有，真的遇上他们的 CP 粉，就是，好像是几个小姑娘聚会，然后每个人都拿着一对娃娃，就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人会拿着娃娃？然后他们就拿着那娃娃满处拍，就把两个娃娃放一块儿，然后找各种角度或者是各种这个建筑或者能放娃娃地方拍。然后我觉得当时想的就是灵光一现，就觉得这俩娃娃看着有点眼熟。然后我就说，哎，这俩娃娃还，我就说这俩娃娃还挺好看，还挺好玩。然后就问了一句，
说这娃娃多少钱，然后那个小姑娘说这个不是娃娃，然后我就比较懵，我说，然后他们说100多一个吧，我心想这么点的娃娃100多一个疯了吧。然后后来我突然想到你们当时说那个南京还举办过婚礼给他们，然后我就想啊，应该是他们俩。结果回了家之后我特别兴奋把这事跟我媳妇讲，为什么不是，结果他就开始笑，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他就开始笑，笑到最后忍不住，然后默默的从柜子里拿出来俩，问我是长这样。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塌了，我觉得，我的妈，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你解释，咱家有两个娃娃，但是这俩娃娃是我的。不是，我看见你拿出那俩娃娃的时候我真的疯了，我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行为太诡异了，结果我才知道你原来诡异的人在床边。对，而且他早就准备好了，他从来不敢给我拿出来看，我也从来没翻过这东西。然后我就拿其中一个就是端端给他看，他秒认出来，端端还是小时候的3岁的那个样，2-3岁的那个样子。不是，那个娃娃特别小，可能还没我手大呢，特别小，20厘米的，你夸张了，比你的手大一点点。不是说你那个，我觉得他们拿那个娃娃可能特别小。啊，嗯，是古装的还是现代装的？西式婚礼的那个服装，就是黑西装加上白婚纱那种。大概率是醋憨，真的，就是我们娃应该是醋憨，因为只有醋憨他们会拍。谁说的5厘米？不可能5厘米，大概得有个14-15公分的样子，反正不大，很小的吧。要搁我，可能我一个手能掐起来俩，没有问题。那我那俩不就是你拿着？你觉得、啊、不，肯定没有你那个大，肯定没有你那两个个大。嗯，10厘米的也好像也不得15，大概率是15，也有15公分的，对，有这个尺寸。然后他必须得解释一下，15公分高啊。嗯，那不然呢？不然呢？你最近有点。你是想说什么的？就我想说，根据你们之前聊天内容，我必须把它描述清楚。严谨还不如不描述清楚。就是，你不是你不说的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么歪。然后你说你要强调一下，这是15厘米高，我笑死我了。没有强调，我跟你说15公分高嘛。也可能在外面显小吧。如果是我们家的，其实我没有记住那两个娃娃长什么样子，但我只知道很小，然后我不知道是两个男娃娃，应该就觉得是一对娃娃。但是我要不是受过你们那个荼毒，我就不可能想到他们俩。那不是那你告诉我说他们还说这是谁谁谁和谁谁谁吗？ 对，他们还说这是公鸡跟江德芳。然后我就不敢再说了。你说我们这还有那个姐嘞，就是你说我是那个姐那边的。你说我们这有人脉。哦，我靠，我不背锅啊。万一我跟人吹完牛，人家说啊，我们听过你们直播，那多尴尬。他听过你唱双截棍儿？这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不想上麦的原因。你不要总揪一个痛点，没完没了打，然后。如果那两个真听过直播，也听过双截棍，那只能说这个太巧合了，对不对？你相信我，今天结束以后，估计会有人来认亲的。其实上次阿姐说那个话的时候，我没敢搭茬儿，不是没敢搭茬儿，哎，我忘了什么时候了。反正阿姐说，就是怎么想起来唱歌，我特别想说一句，我说其实那天真不是单间儿。那天什么？哦，你不是单间，所以你特地去找厕所去了是吧？对，但我发现厕所不行，回去太大了，我又回去了。然后，
因为那天是我们整个那个郑州那个直播电商基地的人那个安排，那我们就出于礼貌就告诉人家，哎，没事，我们就住一间就行。结果他们就安排一个标间，然后我们第一次去，最后工作到夜里12点多1点多，回去为睡觉嘛。第二天是喝的比较多了。反正我现在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我那个同事他是怎么看待我的。至少他跟我再也没有。我肯定是喝多了，我晚上听有人在厕所里跳双截棍。他反正他，我们天天在一块儿，他自从那天回来，他再也没跟我说起过郑州的事儿，我也不好问他。指定是没喝多。对呀，啊，反正就是一切的锅你都甩给喝多了。他尽量不发出动静，以免你尴尬。对，他不然他以为你在里面边唱边飞机，完蛋。十五厘米高，哥哥，我把那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他是十五厘米高的原因。我把那个我们的娃的照片给你发过去，你看一下微信，你认一下你那天看见的是哪对儿。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把娃群里看嘛。算了，反正就不是，也不是我老公，自己老公不心疼，就是死劲霍霍。你看，是哪个？没有，好像没有这几个，因为脸我没太记住啊。我其实更多的记得是衣服，他是就是西式婚礼那种，就是黑西装配白婚纱那个，嗯，那一对。嗯，哎呀，可以在橘子圈里头这个发一下嘛，哪一天在天津？哎，是在天津吗？什么地方？然后有没有人过来认领一下？尬住瞬间，就是人家就说了，姐夫是我们惨的。不是，但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比那个搞婚礼那个场面小多了，那只是拍个照。我第一，我没有同时就是这么清晰的梦到过他们俩。第二，我在先别说这事，就是你想过我把它当做一个段子跟你讲。讲的我特别兴奋的时候，你突然默默的从家里柜里拿出一对他们俩的娃娃，对不起，就是我会觉得的结论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个新鲜事儿，我觉得终于我可以跟你好好那个吹牛逼一下了，结果我才发现原来你早就是这样的人。这小丑竟是我自己，对，原来你就是吹牛逼撞到了我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样的题。对，打脸打来的有点太快了，现场教学。你有没有觉得那对娃娃很可爱？而且你都没认错。不是，我认不认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你觉得吗？我觉得阿九说的对，原来结果组织在身边。不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也不太明白那个娃的那种，那他们玩娃是什么心态的。但是尊重，知道不？你啥都别说，尊重。因为我不玩了。那那个，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些姑娘们都不一定这个有这个兴趣买这种专门的。他不是拿手机拍，是拿专门的单反。我都觉得专业。那小姑娘那个岁数，我觉得也就20、23岁，23、24岁。你要是说没有这个爱好，她可能都不会买个单反相机。这没可能，人家就是人家职业。就跟以前玩那个芭比娃娃差不多类型的呀。我觉得不是吧，比芭比娃娃疯狂多了。那芭比娃娃也要给他扮衣服啊，然后给他梳头发，啊，对不对？这芭比娃娃不会全国各地满处拍婚纱照啊？也是啊，婚纱照啊，这个芭比娃娃，人家那本来就是一对儿啊，就是芭比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叫 Mike 还是什么，就他那个男朋友。我就想问问你，我当着咱们你们这么多朋友，问问你，就是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断我？你说停。我比你懂，你为什么要等我都说完，特别兴奋都说完，你慢慢把娃娃拿出来？没有，就瞬间觉得你能懂他了呀。这个是一件很值得，就是很 feel 的事情哦。那个五分钟啊，哦，你没有觉得就是瞬间觉得，哎，我老公好像稍稍有点懂我。我特兴奋，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灵光一现，我就认为有可能是他们俩。
他在那憋的笑的都不行了。当时我可能也是因为我说的太兴奋了，我没注意到，因为我跟他讲灵光一现的时候，是因为我后边跟他说，人家小姑娘告诉我这是工具人男的汉，我想证明我的对，所以我其实就在沉浸在自己的描述的世界里，我没有看他的反应。后来想他从头到尾他就在鄙视我和笑话我，然后他可能从头到尾就觉得我已经入坑的非常深了，虽然我很不想入这个坑。阿姐说的我脸都红了，我你姑且把阿姐说的这个就作为我的答复吧。我就突然觉得被你了解，被你懂了，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对啊，其实你没有觉得，就是他瞬间觉得你懂了以后，你说的很兴奋的时候，他的姓名在想，我老公好可爱、啊。我认同的是阿姐说的哪句话，是小丑就是我自己，对吧？没有，他就觉得你很可爱。不是他们姐夫啊，你要明白，就是咱家还有别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呢，可能随着我不敢讲他们俩了，我再讲别的东西说你半路再给我拿出去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现在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是吧。我还真的没有这么狂热，因为我没有时间玩，这些娃娃是要抓的，这叫抓娃，是要去揉他们的脸，给他们装骨架，给他们拍照换衣服，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说出来的就是解闷。对，但是我呢就是觉得我得有一对儿，我就挑了一对儿我看上去最喜欢的，像那个照片里那个有可能他，我确实觉得你们没有那些小姑娘们疯狂，或者说他们为因为这个事情相当于多了一份社交。对，就是他不是一个人拿着一对儿，然后其他两个比如说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来帮他照相，就是他今天约我们出来帮他们两个照相，那我们呢出于朋友角度帮帮忙，一块聚聚会，连比如说出去玩一玩，不是，他们是每人有一对。嗯，对，至于三个长得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衣服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人都有，好像还不止一对儿，就是因为人数可能跟那个对数不搭配。嗯，你看是这对吗？好像是你给我发的这两对，就带蛋糕的这个。你看，他们就是粗憨呐，就是他们。我们家的姑娘可喜欢。有没有这帽子？我忘了，没有这个皇冠的帽子。嗯，他的一般没有帽子，因为他的耳朵像个鸡块。就这一对娃呀，是顶流，现在买不到，有人花几百块钱去买呢。那我向你确保，天津有。有，人家也不卖。没有人出了，现在没有人出也没有人做了，我又不盯着这些就错过了。你不觉得很像吗？你看尤其左边这个娃娃是不是特别像工具？我也看不出哪里像，真的是，我也是很服你们。那我现在都在想，万一他们俩个那三个小姑娘跟我说这个他们是那个工具和张正汉，万一我跟他说我还梦见过他们家别墅呢，然后发现啊，你是直播间的人，然后他们就说孟楠插出去，对，他们说哎，姐夫，我给你看那个，就是醋和咱爸的适配程度超像。简直是一模一样，这个脸，对，就特别特别像。不，我刚才有人说那个，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那个，但是我认为那个娃娃绝对没有20公分，应该是15公分左右的。可能你就是因为你人高嘛，你可能会有误差。对，这娃娃对你来说真的很小。对，因为你对你的手掌心来说，周末我不是回来吗？我虽然不在家，我把这两个娃娃放在枕头边，你自己玩玩呗。我不一定回去，原本本来想蹭那个苏小雨的车回天津，但是可能这礼拜不一定回去。好吧。嗯，好像有那个 SP 好像是小一点的，好像。嗯。憨憨是那个，就是糖果超甜，那个。对。糖果超甜。哦。我当时其实还很兴奋，我就觉得我一定回去。我说给他讲你呀、啊，你其实也是想跟我嘚瑟，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最后这事儿的反转有点。嘚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太了解，我就能碰见。你看你，你看你们天天直播，你们也不一定能碰见，就这么巧能碰见圈子里的人，那我就不单能梦见，我还能碰见。不是不是，你有点那个什么了、啊？我跟你讲，只要是我愿意去出去聚会，就是大把人。但是他从柜子里把那俩娃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心被重锤了一下。所以你拿娃娃扔我脸上，能产生生理上的疼痛。好笑啊，你们真的。我去参加团建的时候，他们那个娃真的是太多了。不是为什么要给他满处拍照呢？而且这个直播间应该没有当时那三个小姑娘，我就说选的地方真的不咋地。不是他们，人家这种叫打卡。花坛子就是他们找各种地方，甚至那个我怎么形容啊？就是人行道跟那个行车道中间会有隔离带嘛，隔离带上面会有裁剪好的比较平的那种绿植嘛，就摆在那上面也要拍。我跟你讲一下哈，然后那个电线杆下边。就是灯那路灯灯杆下边会有一个小平台，会把这两个放在那上面平台上，然后倚着那个路灯灯杆也要拍一个。这些拍完大概就像热恋男女当中的人到哪旅游是多傻的地方都要拍个合影，然后我觉得情况类似吧。这也没错啊，你要明白我哪里都是风景。是他们拍娃片带入的就是那两个人的日常生活，他们逛马路啊，他们逛马路会坐在隔离带上拍照片吗？我觉得他们俩没那么傻吧。没有，可能还真这么傻。是，你这事儿你可以问阿姐。就是那种乡间小路都已经泥泞成那样子，还要一定要拍出那种诗情画意感，妈的鞋子都黑完了，都是泥泞。对，那我觉得那几个小姑娘绝对是铁粉，走的是他们一样的乡村风那种路线。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特别能 get 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拍照那个地点和他那西装婚纱的那个穿着就特别不搭。你看，你这又直男本色了吧？你不懂了吧？就是得这样，就是他们是那种跑去见你的那种，浪漫。这两个人超会谈恋爱的，再怎么会谈恋爱没用，那做着梦不也跟我走了？哎、我烦了你，你说的好对呀、无法反驳你，讨厌。我记得醋憨有一个是，好像是在那个路边上吧，大家拍，然后还有好多那种阿姨叔叔也跟着一起拍。哦，对对对，对对吧？那个是最出名的一个，拍了个视频，好像。就给你看的这对戴王冠的娃娃，他们出去穿戴好了，出去的话会有路人也拍的，因为很好看。但是如果这么角度讲，我就觉得那三个小姑娘绝对是很专业的。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如果说用单反拍的效果，肯定比用手机拍的强很多。嗯，哎，你们，你有认识的这种做手工艺品的厂子吗？可以把这样板要个授权，去批量生产一批，这样子我就可以有自己的醋憨了。你们一定要带娃吗？你们可以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找一个做什么陶艺的工厂，然后给他们 IP 授权，然后做一套什么他们俩的餐具之类的。餐具？这怎么？我们的客户那迪士尼做 IP 授权的，他们就是做什么迪士尼的什么一套餐具，连满带勺带碟。这些授权是要同款吸管。首先。这些打板的那些画都是有原作者的，原作者要授权。然后如果你把它放在他们二位的肖像权，不是原作者的授权。嗯，就凭你们对他们这种喜欢，我觉得你随便一张抓拍你放在包上，这包都成为名牌，都能热卖。那你就 不瞒你说，
不瞒你说，龚俊画的一只那个小狗，回来我给你看那只狗哈，现在已经印到，就是绣到那个，就是比较高端的鞋子上面了，卖好几千一双。那是鞋子高端，还是因为画了这个狗高端？你鞋本来就几千块钱，但是那你不说他有这画无所谓吗？他那个世界名画那个可高端了，都在说世界名画什么意思？不太懂。我世界名画是世界名画，嗯，是世界名画，就是一些他们两个的画作作品。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俩不是都有曾经都有过那个商务嘛，就是代言的东西嘛。啊、然后呢，龚俊以前的时候呢，代言那个野兽派，然后野兽派呢有一个周边，是给他的一个本子，然后他这个本子上面画画，然后就画了个小人，然后这个小人画的非常像他老婆，你知道吧？嗯，真的非常像他老婆。灵魂画手不是说非常像？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的那个自带滤镜呢？会觉得他不是也没有像我这种太喜欢的，就一下子就知道是他老婆。好灵魂的，就是我要给你看照片，你就能 get 到，真的非常之像。你不知道他画的这个东西有多像，就是像到什么地步，邪乎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张张翰有虎牙，他画的这个人，他有一颗虎牙。那我觉得下一次他拍综艺的时候可以弄一趴，就是让他闭眼画画，看能画出什么来，没准闭眼都能把他老婆画出来。Okay, 这个前提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蛮久以前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张哲瀚有一颗虎牙，你知道吗？你等会儿，你对不起，各位先听，你告诉我，这个所有的画都是龚俊画的吗？这首先啊，我跟你讲，从左边最左边开始看，天上的云是龚俊画的，那只猫呢是张哲瀚。那是什么云？那是云吗？是云，而且在下雨，有点像中国，就是、像中国早期的那个孙悟空的筋斗云。啊，对，有点这个感觉，小雨打在你心上的感觉。地上那只猫啊，反正我是，你看，我就看你们怎么圆，反正我就，哎，就，嗯，你们懂的。你做你的指甲，闭嘴。然后这只猫啊，这只三角猫啊，这只猫小猫咪是张哲瀚画的，哈。再看右边的这两个人，左边的这个人和右边的这个人呢，都是龚俊画的。你猜哪个是他，哪个是他老婆？这个我有点猜不出来。你看看，你猜猜，你猜猜。那我能猜到的，只是因为你们说虎牙，我猜右边是张哲瀚。对，右边是张哲瀚，左边这个呢？他为了区分，他左边这个还画了自己的睫毛。错了，不是这么区分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他区分的是他引以为傲自己的大长腿。画的又细又长，然后为了等高，他要劈开腿。你又被你磕到了，嗯，对哈、哦。然后这只猫和右边那只狗，尤其是张哲瀚抱的那只狗，就是被印在那个国际知名品牌上面的那只狗。什么叫？他为了说清楚这是只狗，他在狗身上写了个 dog， 有没有很漂亮，很灵性吗？想想词儿，你怎么接我这个话？漂亮吧？嗯，完善。我以为是编号009，说实话。不是，那是英语单词 dog， 不是009。哦。这就他们家有个，但你看他们家有个特点，他们家养什么动物都只有三条腿。不是，嗯。这个就是细节了，你看咱家米苏他有的时候趴在地上，他有一个脚丫子小爪爪，他是埋在他屁股下面的嘛，所以就在外面。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给你爸妈完成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辛苦，就特别努力。啊，我首先说明一下哦，我为什么不做这个这么长哦，是因为就是我等他长这么长的时候，我是想留本甲，因为现在这些都是我的本甲，我自己的指甲，你看到没有，是我自己的指甲，所以我不会做这么长，我等它长长出来的时候再那个再放款。他把他代言的那个牌子，人家
卖的周边本。我问一句，这个话我关于这个话问一下，就是那个这张震汉，那就代表张震汉那个人，那个狗下边留了一条黑道，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裙子开叉吗？不是，他的衣服是个西装外套。对，这是个小西装。这狗你们怎么想象出来的？他是西装外套？他有图，就是谁会穿个西装外套抱着狗呢？他没抱，这抱狗是我们后加的。对，后期加的，他人是那个人。哦，就他是两个，就是当时那个。当时那个商务让他画自画像，知道吗？左边和右边两个都是自画像。结果他画的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两口子。我必须得把那个贝雷帽那个和这个的合影找出来。包包在哪儿了？包子、啊、在吗？我在找的那个贝雷帽，是那个是哪个贝雷帽啊？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他把那个原图没有毛孔的给我发过来了。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是个西装？因为它就是一件西装。你看这双鞋，你看是领带系得太松了吗？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他那个啊，太灵魂了，没有灵魂的人都看不出来啊。哦，就这双鞋，这双鞋看见了吗？后面印上这只狗，这个小白鞋就特别值钱。啊，那所以你看有人说嘛，三脚猫两脚狗嘛，那中间那是、那是领带，或者说是。你记得咱家床上有个粉色的老虎吗？你记得吗？你别告诉我咱家有这双鞋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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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买，我不我没有没有，我有刻板了，我没有。你确定是吧？我没有啊，我穿这种鞋不好看。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跟好不好看没关系。没有。没有，所以你别强调好不好看。但是，咱接着说，你看那个咱家床上那粉色的老虎，你记得吗？啊，这个是野兽派的香水送的。然后这只老虎，我这个就是代表他画的这个猫是吗？不是，我要讲的是他在这个商务要他拍照片，他要抱这个老虎拍照片，然后这老虎有四个爪爪，他拍照的时候给人家一只爪收起来了，攥在手里面。我觉得那个谁，那个龚俊的那个长相特别符合你们对他这个心机的描述。就虽然长得帅，但是明显带有一种浓浓的心机。我们管这个叫茶。那就是这个衣服，你可以看对比一下，画的贼像。哦，你长这儿，就是这个，我还是动图。对，他们说对，你们千万别再给我科普这知识了，否则我就觉得我们家怪怪的，有问题。我看见的每一个东西，我可能都会像他们俩去想象。你看这个。啊。啊，这个视频你别给我看过吗？对，哦，你分得清啊，我以为你都不记得呢。就是他不是那两个小人，左边那个抱了一只猫的那个，那个抱的那个猫呢是他老婆画的，这是另外别的场合画的。他那个小人他画的是他自己，就是画的是龚俊自己，你知道吗？是画的是龚俊的自己。然后右边那个小人呢，他是画在他的商务上面，然后当时是商务那边是说让他画他自己，但是他画了一个他老婆。然后在他画这个老婆画完以后，因为他商务不是有时间嘛，就放出来了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他老婆的就这里有一个虎牙，是通过他画这个小人才知道原来他老婆有颗虎牙。你懂吗？是这样一个逻辑，就精髓啊，画图，画图的那个精髓。他画图你看，虽然丑哈，但是都是有细节。画他自己，真的是画他自己，他会画睫毛。你自己说丑的时候就可以了，我说丑的时候你就说要我组织语言。刚才咱们价值观好像说烦了，刚才我觉得得重说。你看，就是你们告诉我说他画了一只狗，然后那狗放在鞋上能卖好几千块钱。我就突然觉得他好牛逼啊，画个狗那个鞋就能卖好贵。但是人家品牌本来也贵。没
你没有那只狗也卖好几千，那我就纳闷儿的，画这狗的意义在哪儿？不是一文不值。后来我发现不对，不是一文不值。画了这么一只狗，那只他消费群体，对，人家直接中的是消费群体。不是，我想的是，如果是我在一双好几千的鞋上画只狗，那可能那鞋200块钱打折都没人要。他竟然画这只狗上去还能卖几千，那你就行。然后一下，然后一想到是品牌的，然后瞬间就觉得哇。就画成那个样子还能卖好几千，那行是他的本。嗯，消费是有固定群体的呀。说实在的，你这要是你去买的话，你也不会买这种鞋。就是他那个小虎牙呀，我要是去买，我很有可能我会跟我老婆讲，我说不是疯了吧，这鞋上画个这玩意儿太幼稚了。然后他可能立刻打回去，你不懂，然后给我科普一遍，告诉我你要买就得买它，你不能买别的牌子。那对啊，就像之前的时候那个回力也是，就是家里面的男人集体换回力。你看他那个光亮说，那吊牌是真的勇，我也觉得是。然后真的就敢家里面的运动鞋就全都换成了361。嗯。哎，但是你们姐夫不喜欢361。嗯。为啥？你自己说的呀？你觉得361这个品牌你是原创吗？忘了。对呀、啊，他剽窃我的创意。哎。没有。等会儿，我看到一个评论，孟木然说什么？木90是什么东西？媳妇儿。啊，墨镜啊，木90是什么东西、啊、墨镜一个品牌的墨镜，就也跟他们俩有关系吗？不是啊，是工具代言啊，之前是那个你那个媳妇，你先别说话。嗯，我有请万能的网友，谁能给我发一张木90的那个墨镜的照片，我看我们家有没有这种。你肯定有，因为我也有。是有的。你先别说媳妇，你先别说话，我想看图就错。就是款式很多啊，你哪知道你老婆买的是哪个款的，就是。但是有新来找。但是有新的墨镜那就难说了。咱家买的新所有的新东西是不是都跟他们俩有关系？只要我看着不正常的是不是都是。是。我们家也是啊，就是我们家莫名其妙以前全部都不用湿纸巾擦屁股的，现在就用。你们发什么？他又不在群里面，他也看不见。擦屁股跟他也有关系，跟他们俩也有关系吗？有啊，就那个德佑 啊，那个德佑，我家以前从来不用湿纸巾擦屁股的。你们聊这些干嘛呀？有什么意思啊？不是他在问你们家里面新的东西是不是跟他们俩有关系？现在开始用了呀。哎，你们家肯定也用。因为对，你不告诉我对身体好吗？它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你给我讲讲。那事实上对身体也好。夏天很热呀，你这屁股就容易湿，它就我都热了几十个夏天了，你怎么也没让我考虑考虑？那屁股热的那工具代言慢了呀。我以前也从来没用过湿纸巾擦屁股。不是，他们俩还代言过什么东西？你能再给我列几样？啊！我跟你说，真的得存点湿纸巾，挺好用的。对，你看男生出来做证明，擦特别是擦菊花。我这次你回来，我让你带10包回北京，好吗？叫什么牌子？德佑。全国销量领先。我们办公室采购的是舒洁，我看舒洁是特别好，跟你那没有什么关系吧？嗯。我看看我翻翻。哎，啊，我得谢谢龚俊同志，那个预防了好多痔疮。我想想，我家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问我你觉得现在到底是谁受死？啊，就是你还想说人家上来就是开你老公玩笑呢？就是现在这种小丑是你自己。
百香果咖啡也是龚俊代言的吗？哎，以前那个雀巢、啊、是以前的，现在已经过期了。特别好喝的那个。对，特别好喝，特别是百香果味，极力推荐。百香果的咖啡，百香果的咖啡，这俩味儿它能放到一块吗？这是素，那就不能的。素蓉啊，强行融合吗？对，素蓉的，对，这个极力推荐。因为我跟你讲啊、就是、妹夫我跟你说到说更好笑的事情，直播的时候、啊、整个脸都就是好像被雷劈了一样，喝了一口，就是对，不是我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为什么极力推荐这个百香果呢？我跟你讲，这个百香果就是白用的，就以前不是回来的时候，就是不是出去过嘛，就有喝咖啡习惯，知道吧？然后咖啡习惯，后来现在就是改喝茶了。但是之前呢、啊、之前的时候朋友在外面总是会有时候会寄一些小猫屎或者一些蓝山之类的，会寄这些，然后就是邻居知道你这里有好咖啡，就是所以就是休息的时候就有事没事老来串门的时候啊，就老想喝，老是想就是喝咖啡，知道吧？你要招待嘛，哦，老是过来，关键是来了以后就是，就给我一种上门打秋风的感觉。后来，你知道咋地不？后来就是，我不是买了那个百香果那个速溶的嘛，哦，然后他们再来了以后，我就冲那个百香果的，他们说这个味道怎么这么一言难尽？然后我说这个是新产品新口味，然后他们来了两次都是给他们泡的那个百香果，后面人家再也不来了。那你看这他就有这个功效，说我极力推荐。你跟他说这是那个猫屎咖啡那个猫啊？没，我说是新品种，这我说新品种卖得很火的，人家还特地眼巴巴的寄回来给我的，我说人家还拿来做人情什么之类的，巴拉巴拉的一通包装。对，然后人家再也不来了。我觉得真的就是猫屎咖啡那个猫吃的不好，不消化，穿稀了。什么？对对，然后就再也不来了。那这么说就是，龚俊这个实力也没有强到说让你们大量喝这个百香果咖啡的程度。没有，他用百香果来形容他的伪粉呢、啊。就光是这点就够了。哦，像他的伪粉一样。对他用百香果来形容他的伪粉，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让，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咖啡好像。祸害别人是可以的，就别祸害自己了。那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在卖吗？没了，有没，就是过期了。他有代言，他不代言，但是不代言我们也不买，你可以去尝一尝。那是因为代言很早期的，他忍受不了。你家近期有没有喝很多真果粒啊？还没到。哦，还没到。我这礼拜，我觉得我这礼拜有必要回趟家。然后呢，这礼拜我媳妇出差，如果回趟家，我都想是你们什么时候直播，是我上去，我挨个东西问，这个跟他们俩有关系吗？这点东西都改了，你就闲着没事干嘛？没见过 啊？你很闲吗？你不是很忙吗？没有、啊。我只要看你新的东西，我不理解用途的，审计一下子。我做完了。对，我就问一下。没有，就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起来为什么我跟张哲瀚在一块躺炕上那个聊天了，知道吗？我天天躺上工具睡觉，我肯定我得那个雨露均沾一下吧。但是因为这个你那枕头不够高啊，你就差那么一点啊。我一直以为就是头几次，每次看见那个枕头，我都觉得我手机在床上了。嗯。哎，真的，你下一个你可以哦，对，他不代言了，你可以不用买荣耀了。我那个做完了，这就是那个刚才做的时候又都入镜了吧？电脑的时候啊，宝贝们，就是刚才我做这只手的时候都入镜了吧？我没问你们，我问他入了，都入镜的话，我们其他的那就行了，就这样子。那个、不是荣耀的，不是水星的，是荣耀的。来，这个活动。然后，
然后我闺女去买电脑，用什么剪？我闺女去买电脑，然后她带我闺女去的，然后我跟他们俩在那个商场集合，她就带我闺女根本就不往小米的店去，我想让孩子买个小米的那个电脑，她就根本不把孩子往那带，放在荣耀那个店，连华为都不去，就不让孩子出来，就让他在店里选一个。就是家庭多，对，我们想到我不能减四十万了。哥，家庭多，一个家庭二十万。嗯，你看我亲自动手去裁他。能去减的呢 ？OK。嗯。那之前确实是他带着荣耀带了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买荣耀呀，这可是他的。就像这可是他的但是他拿孩子外公对吧，他拿孩子选择那个压我，意思就是说是孩子想要这个东西，想要那个荣耀的那个平板，因为给孩子想买个平板电脑，我说咱看看小米那个平板，他说那个孩子就想要这个，那他这么说，然后我就问我们孩子说是不是想要这个，那孩子对他来说那买哪个无所谓，他又没有品牌意识对吧，那他就说这个挺好的，那我就信了就买，结果买完之后，他就站在那个工具那个立的那个广告牌那不走，然后卖这个荣耀的这个品牌的店员就说啊，你也喜欢他？他说是呀、啊，然后那个店员就特别兴奋，你等着，还有枕头呢，我给你拿去，我送你。本来是买手机送。我们到底是不是孩子喜欢？然后他憋了半天给我来一句，反正孩子觉得这个还行。要这么想，你本来就是要买的对不对，那你买什么牌子不都是一样的吗，那你买一个咱老爷子代言的牌子不都好，不是挺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对不对。后来给孩子买手机是因为那个、孩子以前的手机也是小米的，然后呢那想的就是用小米的账号嘛，那就去小米的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平板你为什么没买小米的呢，他说我们去就直接去的那个店儿。就是我能把这事儿变得特别合理你们知道吗，对呀、啊、你看品牌相差不大，小米和荣耀那肯定选荣耀对不对，然后送了个枕头，然后对呀、啊、你还换个枕头，小米不送你枕头是不是、啊、这倒是，而且那个店员送这个枕头的时候特别兴奋，对啊你看人家服务态度又好，还送你一个枕头，没准是同搭你跟你说有可能呢，那人家可能以为我是不是个蘑菇所以没相认。蘑菇又是个什么意思，你们别当着我说黑话行吗，我觉得你不是啊，就是工具的伪粉啊，就是那个百香果味的君味仙。哦，小 K 讲的逻辑清晰， KK 给讲。就是工具的伪粉。你告诉我现在工具还在代言什么东西吗，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吗，现在还有、哎、你问个屁又不花你钱是不是，哦文忠快点毒死他。哎呀他买了你穿你用就可以，你穿就行了，对家里可以用的，五分钟快点毒死他。我也强调一下嘛，因为未来我们的板块我们也要做抖音直播，也要做什么什么那个达播，做这个做分发之类的，那万一我们能那个有机会接触到他代言的牌子，是不是我们还能想办法跟他合作点什么呢，你请他直播，你请他直播。等一会儿，媳妇儿，龚俊是代言 LV 了吗？一直都是啊。啊？啊？你那个包是怎么回事？啊？对，我决定相信五分钟，我也买了 Tiffany。对，但是 Tiffany 六角多姆我也有，对不对？是原本我就有的。嗯。所以就是我说就是有时候我就想你告诉我你那个 LV 是你业绩好的公司送的，哪个公司撑的没事送 LV 玩，但这个确实是啊人家选
选奖励，人家选奖励也要话有选择的权利的话，那个奖励的范围可以在 LV， 他选择 LV 不要钱。上次不是之前不是有跟你说过吗？啊，他就是他的那个公司。这逻辑怎么说他也说不通啊。不是，他有奖金，你可以选礼物跟选金额啊。那就是钱，他不要钱，他要 LV， 你算不算公司给？哎、他也算公司给呀、啊。公司把这个包给我的时候，我可是上了牌的，我发了朋友圈的。你难不成我让我们渠道老总跟我一块作假，就为了骗你啊？对啊，你是欠收拾。有没有可能公司连钱都没发，只是配合你做个角儿，然后公司也不用花钱，然后你也不用被质疑，然后双赢，皆大欢喜。不是，为什么？反正不是他买个 LV， 我觉得你也不会有意见呢、啊，是不是？你看，就像我买什么，你看你们姐夫敢吭声吗？不是，你现在你们几个人的那个这个形容和这个和目前的情况，很难让我相信它是个巧合，就是他喜欢这个包，然后正好公司代言了这个牌子。那你这个也得让你媳妇儿说服你，就是不代表我们要说服你，为什么？因为我公司送不送？都不影响我有，就是这么个意思而已。然后就是你们姐夫不吭声，就原因就是跟他有。就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没事发奖发个 LV 包。也有的，你看像之前的时候有给。这不扯淡吗？也有啊，你看比如说业绩 PK 的时候的话有好几万的那个奖励，真的有的。然后就是也有可以给说要现金发奖金，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不是我认为，我认为发个苹果手机什么正常？谁要苹果手机啊？真的是现在这种手机 low 的要死！你们公司真搞吗？你们公司搞的话，我真是服。这个包发几万块钱奖金不好，然后去发一个包？那你得看看你愿不愿意要啊！像之前大家工作这么努力，不都是为了赚钱吗？谁是为了赚包啊？没啊，你看你媳妇的选择啊，就主要是看你媳妇的选择，不是看公司选择。就你看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季度再来 PK 以后的话，我们这边的团队，那我的对赌或者是对赌这边的时候，或者是公司这边给的时候的话，有给到五万哦，也得给到五万。那我的团队说实在的，加起来也就三四个人，那五万块钱下来，我有一万多块钱，有一万多块钱我分下来嘛啊、分下来，那我选择要这个现金。还是我要公司这边给我的一个礼物，那得看我选择。那你媳妇就是这种情况啊，给钱下来的时候她不要钱，她又去要包，她去要包。那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方，不应该是质疑她的公司，应该是质疑你媳妇的选择。自己拿钱去买不好吗？想要什么样的要什么样？难道真的会要求公司说就是公司选那个？哎，奖金也发了，但是包也发了。有没有可能？他就没值有没有可能那个包是？行吧，是你选的样子呢？你选的款式呢？不是有没区别吗？我就觉得送了以后就反正只要是龚俊代言的就可以了，是吧？这没什么了，你送包和送钱不是一样？好 ，OK， 咱下一话题，除了 LV 还有什么？没了吧？你们有本事就别拦着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说都代言什么牌子了。Hogan 你们家有吗？应该没有吧？因为上次都有说 Hogan 穿的洗发水。没有舒肤佳、欧莱雅、德又有吧？德又有、啊，他有。他为了他的痔疮着想，都已经有了。那个什么，让五分钟姐给你安排一个男装吧。当时说得姑姑的这些压区姐都怪多啊。具体的产品呢？阿姐，制裁他，他又上来了。苏哥，你就不要开麦了，你这边可吵了。口红 ，CT 有，布雷斯肯定有。欧莱雅，回家我就看看是欧莱雅有多。不是我说四哥他不是四哥你是过来给那个五分钟捅刀的吗？你们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屏幕里聊天，你看一下那个会议室的聊天，你看四哥老是在捅五分钟的刀，就说哦那个TT叔他肯定也有，就什么傅磊叔斯通梗舒肤佳这些东西，我没有必要。四哥这个他们说有新的代言。等一会儿我怎么能看到腾讯会议室聊天的记录？哎，那不知道了，你自己摸索。你没看到那个右下角有个更多吗？我怎么找不到？你到底是有个聊天？
面有一个聊天呀、啊，点进去就是。那几个牌子我不认识，舒肤佳肯定有。舒肤佳我可以怀疑，我可以，就是不认为是怀疑呀、啊。本身家里都会用、啊。对啊，本身就会用啊，这个不用怀疑啊。薇娅的西装很好看，你之前跟我说，突然跟我说要买套西装，难道是要做这个准备吗？我不确定适不适合我。罗姆就是罗姆，罗姆是什么？那个咱们过吧，这个话题过吧。啊，不是，他现在在抄你底啊。就是、对，跟你讲，跟我没关系啊。这大部这帮人在出卖你。你家姐夫去普及这些知识。他也不是很懂。对不起各位，那个高露洁确定是龚俊代言吗？之前现在过期了。难怪咱家的那个牙膏是不是也快过期了？你买了多少？他总得用啊。而且你看一下日期。而且这个系列就很好啊。就很好用啊。对啊，你看，我跟你讲啊，跟我没关系啊哈！你看这弹幕上面老是、哎、老是在戳说，你硬气一点呢、啊，我们家也用啊！你看你们姐夫敢吭声吗？我们家也用没有，我倒没有硬气，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就觉得很疲惫。你别说话，你们先聊你们的，我先安心在看弹幕，我看还有什么。361肯定没有，因为我说了，我跟他说361我肯定不会买，因为361剽窃我的创意，所以。肯定不会要。高露洁红色那款超级难用。嗯，就是你看这个，然后我等它长长，这个是也做延长出来的，而且都已经入境完了，到时候你们自己去找直播回放看啊。阿杰，我刚弄明白，你是一直在给自己的手弄了，我以为你在给这个其他的人手在弄。给其他人给我。是阿杰的手。不是其他人给就伸手过来给我用，他没个千把块钱，谁搭理他？不是啊，我是没注意。那因为我在想，那你要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弄的话，只能说明一切都得是单手操作呗。对啊，就很牛，他厉害极了。我是没戏，如果我要会自己做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去梦梦那儿做。对啊，就是啊，这相当于阿姐全是单手。对你不知道，就是之前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去做培训师，就是做这个的培训师。他好像真的说过，荣威这车也不错，这都是什么段子？他代言过一段时间，没有荣威的车一般般。说实在的，我是真心实意觉得一般般，所以我没买过。Yes.你就自己回家考虑一下吧，基本上提到的平台应该都是代言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我现在已经不敢信了。就是你们姐夫 不是我这话题都已经转移到美甲了，为什么你们还能聊这个代言的东西？他在看弹幕啊。你们这帮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真的是下次到我修理你们哦。不是姐夫这个初心一直没变，你们怎么打岔没用。等我，他一直看着那个弹幕。不是啊，这弹幕聊什么？我在这里好好的做美甲，不跟我聊美甲。你知道吗？就是看我做指甲，或者是让我教你的时候要交钱的，还给我送礼物。他不说话，就是在安安静静的翻弹幕了，就。懂吗？你今天那么快乐，你再给大伙唱一遍。赶紧给我送，大家戳过你。赶紧给我送玫瑰花，你懂吗？现在我要压榨你们送礼物，这烦死是不是？知道吗？我做指甲也是做指甲的时候，我还要手把手教，手是要交钱的。你问五分钟，我一天一节课多少钱？是不是？大几千呢？对，交钱，快点！真的是刷起来有聊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是。哎呀，想想是不是到吃西瓜的季节了？我想吃西瓜。我正在吃。老宝贝，阿姐可能在救你，因为大家都在刷花，结果我就看不见品牌的名字。不是那个紫，我们家老宝贝儿有种哦，但是这个东西自己种啊，对这个，但是这个东西既我刚真的笑死了，那个邮费跟那个花一样贵，笑死我了这个。不行，我有点乱，你慢点刷。不是今天一任务1200，你们赶紧给我把那个任务给做了先，妈的就没道理，我这个月我这个星期我播两次，一天每一次任务都做不完，是不是？我已经看不见了。我要1200朵，快点！
快刷快刷，跟我说话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今天晚上而且是全入镜，全入镜做的支架。对啊，怎么塑形？我要是告诉他那个找二公主会不会，你们把我踢入群去？怎么塑形？然后怎么塑形？怎么做？怎么建构？怎么修弧度？然后怎么上色？什么之类的，我都已经入镜，全部都给你们做了。你看效果应该杠杠的。你知道平时刷花我忘了倒都倒不过来是吗？平时这种东西，平时这种东西是要交学费的啊！你们要知道，刷花，对，看你们谁还敢打品牌名字？我跟你讲，纪念。不行，他们刷的也太快了，我怎么往上倒都倒不出来。哎，这个我们直播不让他们氪金，他们就得能送些小花花。这绿色直播间不是绿色，那叫什么？那个白花直播间。这些花是免费的。这些花是免费领的，但是我们刷的花多了，可能每天收入能有几块钱，只是多攒到100，阿姐就做一个公益。啊，嗯，还有个400多。找二公主是什么意思？是说二公主那边有回放对吧？对。不是，我不想找她，我怕回放听到我一些黑历史，我还不如就当没。也没多少，主要是。也就三期，其实就是我很想让他单独剪那个快快使用双截棍，很好。徐福记也是那个，徐福记也是龚俊代言吗？徐福记应该没过期啦，很早就过期啦，关键是我们也没买过，那不好吃啊。不是，刚才是我找不着那个人的，谁刷的徐福记？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忽悠人。对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对付的？对啊，是在忽悠你。你没发现现在他们在玩你吗？就是在。懂吗？他们在调戏你，这都不懂。你是想想看，什么徐福记啊？现在谁用徐福？谁吃徐福记啊？都甜的东西。是的。对啊，谁买的？被他们耍着玩，还在那里老是在那里念。这关键是有都没有，我们家工具没有代言过徐福记，好不好？徐福记，徐福记这种鬼都不吃。懂吗？就是他跟他老婆从来没有代言过徐福记，跟这个牌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那个。对啊，对啊，这种牌，这种虽然说是国民品牌，但是狗都不吃。那现在这年头谁吃糖？哎，这个事情，其实我跟我媳妇还说过，就是我们周大概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是周三，我们周一的时候，我还差200朵花。我还差200朵花，我跟你讲这个。懂不？就是现在，就是他们已经在开始调衅你了，所以就是没有，我觉得已经不太准。我觉得你看，有人10连击、60连击的都是好，50连击这都是好人，就是他有多少东西他都一次性扔出来。哎，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了。他每次只扔一个的，我就觉得他都是你们那个这个队伍里的人。不是，我跟你讲，你想多了，你知道就是这一帮人，就是可能包包里面有个100朵。然后每一天来的时候就意思下给一朵，然后我不开口的话基本上不会送。特别抠。阿姐，我想到一个不太好的形容了，别生气啊，跟你没关系，我再说一下。等一下还差个，我看一下，还差个20-30朵，等一下。啊，够了，停，够了。阿姐，你发现他们的行为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每次只刷一朵花。会让我想到那个小时候去动物园，然后喂动物园里的动物，那个拿那个什么花生米一个一个往里扔的，就是很不是很让人生气的那种。不是，你知道是主要是怪我，你知道吧？就是原本的时候啊，哦，你就我跟你说，这帮人真老可怜了，怎么可怜呢？就是以前我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啊，哈，老是就是因为单纯嘛，哦，单纯老被人家骗。老被人骗，他们就是有时候还去人家那直播间给人家上什么舰长啊，还要送什么礼物什么之类的。因为说实在的，这帮人有钱的是真有钱，就是都是上班族。然后老被人家骗了以后的话，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嘛，因为 B 站这里他的那个提成，就是给我送东西，我也没有什么钱，知道吧？我也没什么钱。然后那个我就跟他们说不要送。然后送以后的话白嫖，然后你知道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就把这一个一个都培养的抠都不行的那种。然后他们现在不是 B 站这里的话说是关发弹幕，还有有效时长，就是观看直播有效时长，然后的话都会免费送那个电池，然后他们就可以买那个玫瑰花，就是相当于就是免费的哦，免费的。
你知道他们就是五个电池，就是五朵花，每一天可以有五朵。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天我开播的时候就一丝一丝一下给一朵，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啊，那就囤了很多，就囤了很多。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就你知道我原本的时候我很感动，说他们有多少玫瑰花起码都送我的啊，我那时候超感动的。我超感动这个的，就是说他们那个有起码有一朵送我一朵，有几朵送我几朵。后面我发现就是他们就是自己露出来的，他说阿姐我还有很多，今天又想上给你一朵，给我一朵。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又无语，我说那你留着那个玫瑰花干什么？你要去送给别人吗？他说我也不去别的直播间了，我就只来你这里。我说你来我这里的话，都不舍得多送一点吗？他说阿姐，你要是想要我要玩我这个玫瑰花，你就必须要播这么长的时间。我说我靠，我算了一下时间，我说我要播到两年的时间才把他这个花给要完。我说你抠成这个样子哦。他说对的，就是靠这个玫瑰花留住你的。然后我有时候我就想了，我说我多稀罕这个玫瑰花呀，真的是怎么双向 PV 的呢？这些玫瑰花就是你摆的烂，你知道吗？你不说实话会死的是吧？你不说实话会死的是吗？这就是你摆的烂。我觉得直播间的人，你真的不要心疼他们，因为龚俊代言这么多牌子，他不花在你这儿，他也会花钱去买那些平常看似用不到的东西，对吧？就是你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有很多东西那就是生活里要用的，你何必去考虑是什么牌子，你用不就得了吗？哎，你又拐回来了，你来。我从来不用湿厕纸，不是你又拐回来了。现在人家就在讲送礼物的事情，你自己你看你就作你看就自己作这个花呀、啊，过去了、就是、这个花呀、啊，因为我每天就是每次直播的时候，我都是在麦上说话，所以我存的就特别少。他会提示我好多天就到。你家花瓶插花吗？哎，人从来没有，现在都是花。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那没事了，没事，高优雅，优雅要优雅。等一会儿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家也有啊，我家也有。他是跟我混的，以后就是我跟他说，插花这种东西就是可以陶冶情操，还有就是能稍稍降，就是降低一下暴躁程度，什么类型的？然后后面前段时间我们两个肯定不对，因为他平常插的花已经远远超出他满处都放。那办公室里边，我看到那办公室里边，他不但自己桌子上摆，他要给别人桌子上摆。我也是啊，主要是学我，真的是、啊、这个是真学我，不信你问四哥。玫瑰手余香嘛，对吧？这个花我们都插花，他们都插是因为我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我说那个办公室很慌。没有，我问我什么问题，我都特别慌，我都觉得这里有问题。不是，我之前有说啦，我之前有跟他们说。家里面跟办公室里面你偶尔放一下你漂亮的花，你一天的压力就是释放程度它是不一样，你看到花的时候心情会稍稍好一点的。那前段时间他不是有点就是做业绩有点焦虑嘛，我就跟他说让他去买一点紫色的，就是一个是养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心情好。因为我想到啊，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现在、啊、因为现在你说的话我现在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然后我想到一个电影，因为我看整个房间里都在说大家都在插花，就好像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楚门的世界。不是，我知道楚门的世界，我也看他，不是全世界都在演我一个。不是，主要是你别看我就是在老是不正经或是干什么的，我们直播间的人其实真的挺听我话的，就是特别是我说一些就是对工作还有一些释放压力一些或者是一些就是对工作有帮助释放心情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很听我的。你会发现我直播间的人就经历一些事情了以后，特别是精神创伤了以后的话，就是跟我久了以后就很佛系。这些会不会有可能是我们这房间里边有700个演员？对，你没可能他们全你看了，刚才我都说不让他们说那个代言的事情了，那还不一样跟你聊。我控制不了他们啊，但是就是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是听我的，但是我不能掌控他们情绪。比如说他们去捅就是捅五分钟姐，就是告诉他哪一个是代言的东西或是怎样怎样的，这些不是我能控制的呀，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插花这个事情跟他们两个没关系。你看这两个大男人跟花有什么关系？想想就跟我有关系啊，就是他突然间莫名其妙会多很多一些女性，或者是就是莫名其妙一些的东西时候的话，你如果说是那种什么日用品啊，
那种什么突然间又多了包啊，又突然间那个手机啊。现在我觉得我的脑子已经不正常了。现在弹幕里边和群这个房间里，只要有人说句话，我就要在想我家里有没有这东西。我现在满脑子在找我家里有没有发财树。不是不是，五分钟，五分钟，你们家你们家种点绿植是有问题的吗？我们家都有。嗯，我们家还有那个发财树在那个电视旁两旁啊，很高。嗯，对，我们广东的风水树，对，我们广东的风水树。啊、发财树，你等你那个你的那个工作室好了，我还送你发财树呢，老公。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有一个胖胖的肚子，然后那个小树叶是修长修长的，特别支棱的那种。就是你看我们广东基本上每个办公室都有，它是属于风水树，所以就是懂吗？你发财树我当然认识，我说栀子花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栀子花就是那种挺香的花。挺香的呀，长得白，是那种白色的花呀。对，花都挺香的。不是，上次我跟你讲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梗，直播间会有这个梗，是因为上次就是有他们问香水，发个栀子花的照片。不是他们，对，他们又在问那个香水，因为你就是我之前的时候的话是在那个法国那边嘛，然后法国最出名的是什么？是香水，有问，然后我之前有推过他们那个红宝石，什么叫红宝石？就是石榴的那个淡香味，但是现在它已经停产了。然后我跟他们说那个薰衣草味也可以淡淡的，然后后面他们就问那哪个味很重啊，我说栀子花的味道很重，然后他们有人去买。阿杰，我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不太礼貌，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现在很恐惧啊。龚俊有没有代言香水或者张哲瀚？没有，这真没有，这没必要，你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百度一下龚俊代言的品牌，一堆在那给你，这香水真没有。就确定没有是吧？真没有，真的没有。说实在，哎，你得相信一个事情，就是品味的问题。就算是他代言香水，如果说他不是我们常用的那个香水，我也不会贸然换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是味道的问题。野兽派是香水吗？啊？野兽派是香水吗？空气香薰，野兽派是香薰，那是扩香石跟香薰。香薰，你知道不？那个放厕所的那种香薰。我不相信你阿姐，我只信四哥你告诉他是不是香薰。我没听说过这个，我没听说过。不可能，就野兽派那个跟石头一样。首先是他不用，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我都说不，你自己去百度一下，真的那个野兽派就是香薰啊，做香薰的。我基本上我买回来我是放厕所的。所有人对你的描述当中，你是一个特别正直，是不会被污染的人。但是今天我现在怀疑你。我真的我吃男不用这些东西，是吧？你看到，哎，真的香薰，我跟你讲，你们家厕所有，我就相信是你老婆买的，真的，这个没必要什么，就是没必要说什么，你懂吗？不是，我是说，你看，不是说你老婆买不买的问题，你只要去看一下你们家厕所有没有香薰。如果说有的话，是野兽派的话，没有什么可说，就你老婆买的呀。对啊，他这个野兽派不是香水。我们厕所没有，猫不能有，养猫不能有香薰。对啊，我之前买回来的时候我都放厕所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很重。对，那个什么樱花味的这些味道真的很重。而且也不是放车上，我放车上的时候我喜欢放那个很淡淡的那种。你别看他不买我也不买，我一般香水这种东西啊，你日常用品如果说是龚俊代言的我会买，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大家都要用嘛，就比如说像厕纸啊、牙膏啊、洗发水这些东西，如果说他有代言的话我会买，因为毕竟也是常用，也是日常消耗的。但是如果说是像香水啊，还有其他的那种东西的话，我是不会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习惯了一个体味，这个跟体味有关系的，所以我基本上不会乱买。阿姐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说这事情让我今天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在哪儿？是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很粗糙的老爷们儿啊，就不会在意用哪个牌子，你说对我来说，对呀，那就是香皂。那就是香皂，它的牌子无所谓，今天可以是舒肤佳，明天也可以是别的东西，沐浴液也是。不是，那你纠结什么？五分钟，我来问一下你老公，他纠结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它只是改变了品牌，没有改变品类。这个湿厕只是改变了品类，几十年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那突然产生了变化，不是给你防痔疮不挺好的吗？也许是为了关心你。对啊，防痔疮不挺好的吗？我老公也是啊，也没用过啊。擦完了以后凉飕飕的，可舒服呢。对，我觉得我屁股没擦，我都后悔没买。没有，我没用，我们家没用来擦屁股，我们家就是用来做当湿纸巾用，真的很好用。对，擦脸也可以。对，它用来洗脸，我当它做那个一次性洗脸巾，真的很好用。洗脸巾用湿的擦，那你脸能擦得干吗？不是，这个、不合理啊。不是，它是不是我跟你讲的？毕竟它是用来设计用来擦菊花的。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太适合，不适应那个用湿的擦。但是我是真的可以跟你们宝贝们，你们不是很多人都有买吗？都有买。我你用它用来做那个卸妆后用它来洗脸的时候，洗脸啊，用来做擦脸洗脸的时候，真的是没得说。如果我今天晚上梦到他们，我如果真的有机会能见到他们，我一定指着鼻子跟他说，现在弄得我天天梦见你们俩，我觉都睡不好。你梦见宫俊抱着一摞德佑朝你走来，对啊，抱着一箱过来，你说话的时候先把你压死先。你先从那个德佑那个纸箱里面先出来再说。啊，我回去要看一看这个牌子，因为我从来没在意过。我只是说，我之前也不用湿厕纸，但是我现在用了，我觉得很好用，真香，最好用。嗯，我给你拿十包，你带回北京哈。你给我拿回北京的牙膏，是高露洁的吗？不是，冷酸灵。因为高露洁已经用完了。你确定用完了吗？不对，我上一次回家的时候家里还在用。那个是最后一管没了。这种日用的，放心，我说实在的，我自己都不会囤。我不会囤的，就是日常。对啊，用完了再买不就行了吗？那个又不影响。生活必须，他代言的东西，有些东西跟生活不贴就不买。你看那个鞋，我不喜欢，我就是不买啊。我不但要告诉龚俊，我梦见和他老婆躺一块儿，我还欠他老婆一个手机没还他了，我还把他老婆的 iPhone 手机那个电池都摔出来了。不是他龚俊他有钱啊，没事。没事，不用你赔。对啊，他之前的时候代言那个荣耀的时候，代言荣耀的时候，就是人家一上新机都会给他的。对啊，关键是一给都给两份，你放心。嗯嗯。